在全北京最时尚、最多外国人出没的三里屯酒吧街。摸石头这个特别又可爱的招牌，很容易引起在这里的年轻人的兴趣。原来这是一家精致的高级西餐厅，按照外文名字 Mosto 直接音译得名。店内装潢简约，原木色桌椅给人雅致随和的感觉。虽然经常客满，但摸石头的用餐环境完全不会嘈杂，安静的氛围很适合约会或是闺蜜闲聊。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是香煎澳洲和牛，纹理十分好看的和牛煎至入口即化，让人回味无穷。